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认识它有什么用处，为什么现在人不学，是现在人无知，对传统文化没有接触过，不知道这个好处啊。我也遇到这个机缘，我们生长在农村，七八岁的时候日本人侵占东三省，十一岁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，想侵占全中国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所以书有没念了，没念，天天逃难啊，一家四个人流浪在四个地方，一年难得见一次面啊，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好，有人教，但是没有机会学。为什么？大家生活都不安定，今天在这个地方住一天，明天在哪里住不晓得啊，过这种日子啊。抗战胜利了，日本人投降了，内战又起来，真正是走投无路啊。我们正在二十一二岁啊，对中国文化的时候见到了，从哪里见到的？从过去我出生那个年代读书人的身上见到的。那个时候的读书人跟现在不一样，思想见解言行都不一样啊。为什么？那个时候的人会替别人着想，现在的人是完全为自己着想，把别人忘记了啊。为别人着想，人人都是好人。所以我们在困苦艰难当中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有人救我们一把，无条件的。现在这个见不到了。啊，传统文化的根就这两个字，一个是孝，一个是敬。孝以父母做代表，孝顺父母；敬以老师做代表，尊敬老师啊，对一切人都懂得用孝敬的心去接待。所以小孩心目当中人人是好人，好人里面有圣人，有贤人，有君子啊。在我十岁以前那个社会，你都能看得到，你看到读书人处事待人接物言行举止跟一般人不一样啊。他做出来了，他把他学的东西做出来了，像这些孩子千家诗弟子规学过之后，他完全做到，你从他就完全做到那里去学。所以这个学不要用书本，你常常看，天天接触，自然而然就明白了，知道应该怎么做人啊。民国成立之后，中国一些读书人，特别是一些留学生，认为我们这古书念了五千年了有什么用，外国人欺负我们，想把我们灭掉，我们束手无策，所以责怪老祖宗，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没用，让我们受这么多罪，这冤枉了老祖宗。老祖宗没有禁止我们不发展科学技术，没禁止，那时候没有啊。
对中国传统文化丧失信心。我们这一代造的难原因在此地。啊，那么这些年我们居住的环境比较安定的。啊，这些古籍慢慢的书店里啊重视把它印出来了。我们读了之后才恍然大悟。啊，特别是唐太宗编的这一套群书之要。啊，这套书怎么来的？唐太宗是一个杰出的军思想，他是将军，唐朝天下确实是他打来的。27岁做皇帝，用什么智库不知道。啊，除了带兵打仗他内行之外，其他的都是外行。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找一些大臣里面品德好的、学问好的，成立一个小组，把那个时候的书籍有1万多种啊，也不少啊。啊，里面有关于修身的，啊，齐家的，治国平天下这些教训，统统抄下来给他看，一条一条抄下来，就这套书。啊，一共有50卷，50万字，叫《群书治要》，治就是治国平天下，啊，重要的话都在里头。他就天天念这本书。而且命令文武百官通通都要念这部书，以这一部书作为建国的共识，啊，建立大唐王朝盛世，他做到了，啊，就靠这本。唐朝亡国之后，这部书不见了，要想那个时候的书全是手写的。印刷书宋朝时候才发明的，所以宋以前的那些古书的时候，手写分量少啊，没有那么多啊。日本人是货，日本那时候留学生在中国很多，他们回国去了，把这全部带走了，在中国失传了。所以中国历史里头，宋史啊，唐书、宋史。里面没有记载，以后就不必说了。所以中国人对于这套书忘掉了。1000多年忘掉了，不知道这个专书。啊，一直到嘉庆，乾隆的儿子。啊，乾隆做了60年的皇帝。他的祖父康熙也是60年，他也是60年。啊，他不愿意在历史上留的时候，他超过他的祖父，所以他60岁时候就把皇位让给儿子了。啊，这是孝心。日本天皇对嘉庆皇帝送了一份贺礼，中国人叫朝贡，里头有这本书。啊，中国人又看到了，才看到了，但是不重视。为什么？清朝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跟嘉庆的前一半，那个时候社会状况不亚于唐朝，是世界第一强国啊，所以对于唐太宗这个书没重视啊，一直到民国初年。商务印书馆有几位学者专家把这书找到时候建议让他们再版，商务印书馆用过年版，万有文库里头就有啊，但是经过8年抗战没有人翻印，旧的书几乎找不到了，
我晓得有这部书，听说过老人讲的，但是没见过。我找了3年找不到，没人知道。找到商务世界数据这些大数据的老板总经理问的这个事，他们都不知道有这部书。以后我讲经的时候提到这个，希望听众听经的听众有遇到这部书的，找机会介绍给我看看。没想到时候大概3-4个月之后，我就收到2封信，找到2套。民国初年找到，我一看的时候很完整，字没有坏，好像没有人看过，没有这个折叠的印子，也没有弄脏，很好的版本。所以我就交代世界数据印10000套。我们对他还是没有信心，原因是什么？这套书没念过。中国人大家都念这套书，中国富强，这个地球上都念这本书，世界和平。外国人真的读，一点不假。现在我们印的文字有10几种，外国人有英文本、法文本、西班牙文本、德文本，这一边的时候有日文的文字，有韩国的文字，有马来文字的，许许多多国家开始在学习这一本，刚刚开始。